从今往后，我包窑就是咱曹团包窑，我续银就是给咱曹团续银，任何时候任何弟兄有困难，这窑就是咱的本钱。嗯嗯，只是这话只能搁在肚子里，不能明说，你们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大哥。嗯，太中啊，明天你就到那几个死难的弟兄家里送续银，顺便看看他们还需要什么，派几个弟兄帮帮忙。好的，大哥。太全啊，你带几个弟兄到十八姐的楼船去出义工，明天就去。嗯，对，明天就去。还有，你们俩给弟兄都讲清楚，无论是帮十八姐出义工，还是为咱老曹团的人办事，都算摇上一天响，绝亏不了大家。好的，大哥。好的，大哥。哎，来来来。十八姐呀，看着怎么样啊？真不错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啊，让你们这些兄弟啊受累了。哎，哎，大家抓紧点啊！好嘞，哎，快点！哎，三爷呀，你们都忙着啊！哎，兄弟们，好好干活啊！回头我请你们吃饭呢，辛苦辛苦。妹子，发癔症呢？哦，姐姐呀，我是说，咱们这下可惨了，生意也没了。你说这些该死的！哎，妹子，我还真要告诉你呢，那些天杀的贼人，他们是想让我死啊！嘿，我呢，我十八姐呀，还真就死不了。姐姐。咱们挣下这些家底儿也不容易，可钱毕竟是身外之物，你可千万别伤了身子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还是我妹子和我贴心呢啊！哎，姐姐也想过了，你呢一个姑娘也没有，这自己做呢终究是太苦，况且你身子单薄，你呀倒不如回来和姐姐一块儿做。过去我就让张三爷问过你，你也说过。只要按二成力分给你就成，这回姐姐就按二成力给你，你呢就过来管事，帮姐姐管管姑娘们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心思啊？唉，遭了这场大灾，姐姐的身体和精气神儿都大不如从前了。妹子，你是个精明的人，又是和姐姐一块起家的，姐姐是最信得过你的，所以我想要你妹妹回来帮姐姐一把。嗯。
姐姐，你说的话我明白，你现在也难，你如果觉得给我二成地多的话，少给一点也行。哎呦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呀，这么知人冷暖。也成，妹子，那姐姐就先按一成给你，等过两年，等姐姐缓过气儿来，我再按二成分给你，你看行吗？行，姐姐，咱俩有啥话不好说呀？哎呀，我的好妹子呀！哎呦，哎，哎，玉果，姐姐我呀，还是那句话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只要咱姐儿俩齐心协力的，再吃上两年苦，用不了多少日子，咱还能混出个人样来。妹子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姐姐，我可不比从前了。只怕是愿吃苦，也没多少人来点我的牌了。哟，妹子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是说姐姐我呢吧？哟，姐姐，你看你又多心了，我说谁也不敢说你呀。其实，姐姐你有所不知，妹妹我。我这心里头苦着呢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哎，咱姐儿俩都是一对苦瓜，得，别伤心了，啊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的，用不了多少日子，咱的楼船还能旺起来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对了。我听说王大肚皮那个家伙，他在镇上开了一间赌馆，还挺赚钱的呢。姐姐，你听说了？对呀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该不是怕王大肚皮抢咱们的生意吧？哎，妹子，那咱不怕不行啊。你说那些个男人吧，那要是把钱都给赌光了，往后谁还来压咱的花船呢？姐姐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男人呐，天生就是压了花船又去赌钱，赌了钱又来压花船，要不他们活着干嘛呀？哎，这个王大肚皮，啥时发的财呀？哪来的钱开赌馆呢？哼！哎，姐姐。什么事儿啊？这说话方便吗？方便，太方便了。小声点，吵什么呀？我这没人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心里头啊，老觉得不踏实。这万一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被官家知道了，不砍咱们的头，十八姐也会跟咱们拼命的。我想好了，这得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说呢？妹妹，这别自个儿吓着自个儿啊！哎呀，我怎么是自个儿吓着自个儿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十八姐可跟我说了啊，让我跟她一起干。你别看她脸上老是乐呵呵的，那心里啊，怕是已经怀疑咱们了啊。这，没事儿的，妹子。你到十八姐的花船上去，那才是好事儿。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咱们可以里应外合。再说了，她也害不了咱们。要真有那天，她想害咱们，咱们先下手为强，
一刀宰了他，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是不是？要不你现在就把他给宰了，省得我一天到晚心里老不踏实。不成，人家现在又没怀疑咱们，咱们干嘛要下这毒手啊？这不是伤天害理吗？再说了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不是。妹妹放心吧，我跟你说啊，早点回去啊，回去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妹妹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吧，我得招呼客人去了，是不是？我走了。呸！王八蛋，当初我怎么没把你一块儿给杀了？骚娘们，快点啊！抓紧干啊！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来了呢。为什么？你在十八姐那儿做义工，我想她还不把你伺候得好好的。更何况，像三爷你这样的一表人才。十八姐人老珠黄的，哪比得上你撩人呢？三爷，你不知道吧？那十八姐可是张三爷的老情人，那张三爷可不是好惹的。张老三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三爷，人家还不是怕你不知道，到时候吃亏吗？
是二团总，曹团就托付给你了，你可要带着兄弟们好好奔前程啊。爹，你放心吧。爹，二顺，爹，别把我埋在这儿，这里的土不是土啊。现在在哪儿啊？兄弟们的，师爷，你是起过誓的，不许私淫，你可不能坏了曹团的规矩。
哎，多吃点啊。哦，我这十几天啊都没有吃饱饭。哎，这多吃点啊。嗯，好。哎，来来来，来管够啊，多吃点。二哥，慢慢吃，有的是啊，慢慢吃。太平，他们真的把窑包给你了。嗯，说起这次包窑能够成功，全仗着弟兄的心齐呀。所以我在想，咱们打打杀杀这么些年，图的不就是能过上好日子吗？师爷，我还想了，这包窑只是个开始，等挣够了钱，咱们也买上一块窑地，开上自己的窑。到时候弟兄们不愁吃不愁穿了，咱再招兵买马，等时机一到，就把曹团这杆大旗再竖起来。好，太平啊，那天天下窑都能吃上这个？能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剩下的只剩力气了。来来来，我再给你添点。别站在这儿，等等。来来，再过来一碗。好了，给二哥找个女子，成个家。没女人的日子不好过呀。哥哥耍耍，我可有大把的公票啊！啊，来吧，来吧！你干什么你？哎呦，我跟他闹着玩，闹着玩的，闹着玩。二哥，看什么呢？啊，没看什么，走吧。吩咐的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！哎，太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，来来，放下，来放下，哎呀，我来，嘿，你放下，好了，放下，好了，大妮儿，听我说啊，这是曹二哥是个好人，就让他帮你挑吧啊！哎，二哥，哎，好了。二哥啊，这是大妮儿，是羊吗？啊，羊，啊，哎，你就让他帮你挑吧，啊。大妮儿啊，往后这活啊都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男人干的啊，明白吗？二爷啊，这可担当不起，你老快歇着吧，这活还是由我们来干吧。谁是爷？哎，说的不是您吗？我没儿子怎么成爷了？
您是肖掌柜的大舅子，那就是爷呀。肖掌柜是肖掌柜，我是我。哎，大娘啊，往后啊，这活都是我们干的啊，明白吗？都是我们男人干的啊。有机会啊，嫂子给你说个媳妇儿。给谁说媳妇儿呢？啊，大哥，哎，看看啊，真精神啊！太中啊，你说大妮儿这姑娘怎么样？大妮儿是好姑娘。大妮儿是谁呀？大妮儿是窑上干杂活的一个姑娘，从小没了父母。这姑娘虽说是哑巴，可模样长得挺秀气的。我想呢，说给二哥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啊，太中，你说呢？我觉得行。嗯，那咱们挑个黄道吉日，热热闹闹的给二哥把事办了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大哥，嗯，没什么事了，我也走了。
大妮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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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哥，怎么办呢？大嫂，大嫂，月娥，月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点，大嫂，快来，快点，哎呦，快，大妮儿，快把他扶到屋里去，快快快，哎，好，来来，哎呦，好，慢着，哎，小心啊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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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醒了，大妮儿，大妮儿，他醒了，大妮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啊，大妞妹妹，别怕啊，别怕。就是钱串的这个王八蛋。我废了这个乌龟王八蛋，我要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臭家伙，走。站住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去？我阉了那个兔崽子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咱们现在刚刚开始包窑，最好还是少惹事。那不便宜了钱串子了吗？找机会再好好收拾他。现在的关键是大妮儿不能再回窑上去了。那二哥啊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们早早的把你和大妮儿的婚事办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要是大妮儿同意，我就听你的。好，那就越快越好，我让月娥帮你张罗张罗。
大哥知道你的心思。好栗子，当初叶三曹团曹小两家结下了一个不愉快的口，这次你嫂子和曹二哥他们回来，我是想，大哥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兄弟，大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好女子，红红火火给你把事办了。大哥，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去闹洞房了。太中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知道。像十八姐这样的仙女儿，是不是啊？啊！你想嫁老娘我？行啊，你拿公票来呀。好，今天萧三爷就先压了你这个骚娘们儿。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先拿公票，要不然老娘才不做这赔本的。